大家好，我是凯文，今天跟大家玩猜品牌的游戏哦。那么现在开始 ，Let's play。品牌游戏非常简单，比如说，凯文面前现在有三种碳酸饮料，都是不同品牌的，而且甚至朋友都不知道，还让尝尝哦。所以要视觉和味觉，这种味觉来感觉一下这是什么品牌的碳酸饮料。这个真的是不同品牌的吗？不可能啊！其实凯文不怎么喝碳酸饮料的哦，尤其是最近不怎么喝的，以前呢喝的比较多，所以我要想象着以前喝过的味道来猜一下，如果猜对了有奖品吗？都可以拿走吗？我不要，我不买，我不怎么喜欢碳酸饮料。行，先这样吧，我现在口渴，先来猜一下。首先第一个看到了吧，这个泡沫很多的应该是碳酸饮料杯子里的，这种泡很多，我来闻一下味道，这个是第一个。是哪个味道？这个呢？哦，第二个有点浓，稍微更甜一些的味道。我等一下，第三个没有一点甜的味道，所以第二个味道比较浓的这个品牌应该是雪碧吧，对吧？对吧？这个呢，朋友们喜欢喝的七喜，对吧？最后一个是一点味道都没有的，是凯文经常喝的碳酸水。我来确认一下，第一个。1、2、3，哇！我经常喜欢喝的碳酸水，没想到味道这么浓啊！哇，真的呀！哦，这个是碳酸水啊，第一个就错了。第二个我猜的是雪碧吧？对吧？对吧？对吧？绿色瓶的，我们来看一下。1、2、3，哇！哦，哦。朋友们，凯文一个都没猜出来，怎么可能一个都猜不对呢？哦，怎么可能？所以说，这个如果不尝一尝，我们都不可能知道它是什么。等一下，哦，味道都一样啊，尝一尝味道也一样的啊、哦，所以第二个游戏失败。第二个演示是，等等，哦，薯片。炸薯片，哦，炸薯片的话，我觉得真的都一样啊。大家应该都知道吧，每个品牌都有很多的炸薯片的，真的很多。这个让我们尝一尝吧。好，不是凯文想吃，只是为了猜对的。第一个薯片呢，跟别的是不一样的，上面有一些小葱花的感觉，别的没有的。这个应该是。看看是不是凯文所想的一样、哦、这个是凯文想到那个，这个是蜂蜜黄油薯片，这个很确定，很确定的。第二个，第三个，我知道是什么的。我猜好了，这个是蜂蜜黄油薯片，土豆薯片，好丽友生薯片。我们来看一下是不是正确的，因为第一个是非常确定的，从第三个开始。哇，答对了，天哪！因为这个薯片我真的非常清楚的，经常吃的，我真的很喜欢，稍微有点咸味，所以猜对了。第二个是呢，稍微淡一点的味道，看看是不是对的哦。凯文猜对没有呢？1、2、3，哇，哇，天哪，我又猜对了，这个根本不用猜的。果然是，朋友们也猜到了吧？是不是有上面有葱花的只有这个东西啊？
所以第二个薯片游戏猜对了，真是我的啦！我就说怎么还不出来呢？最后一个就是汉堡包，汉堡包的品牌有很多的，每个品牌还有很多种的汉堡包。这次呢，不仅要猜对汉堡包的品牌，还要猜出来是什么汉堡包，那样才能够吃掉它们的哦。哦，那个怎么办呢？绅士朋友，凯文知道第一个是什么了，已经。这个呢，我们应该都知道吧？面包和面包之间还有一个面包，牛肉放了两块，这个百分百是那个品牌的。如果不是这个的话呢，我就给绅士朋友买一个月的汉堡包。第二个呢，这个感觉的话好像有点难，这个我分解看看。哦，来看看这个面包下面好像是炸鸡的，放了炸鸡，这个好像是 KF 那个品牌的，是不是？哦，好像又不是，这应该是只，这个好像是炸鸡的，就是炸鸡品牌的吧？是我知道那个品牌吗？哦，这个品牌当然是知道的，汉堡包又大，这个就应该是汉堡王，应该是最基本的汉堡包吧？好像真的是最基本的，啊，这个应该是基本的，你看生菜、西红柿加汉堡包就是基本的。啊，这个哦，那个什么什么牛肉，生牛肉，这个是炸鸡汉堡，酒吧。好，这个最难猜的，刚才跟凯文打赌了的，如果这个猜错的话，要给摄影师朋友每个月的汉堡包。得到，就是巨无霸，这个百分之百正确的呀，不可能错的。第二个，到底是不是那个品牌的汉堡包呢？哦，完全猜错了。哦，啊，我原来是这个。哦，我吃过的。哦，啊，对的，这个品牌的大小正好是这样的。完全没想到，这个错了。嗯，怎么办？哦，这个好像也错了。我来确认一下。哇，等等，本以为不会猜对第三个的，竟然也猜对了。哦，等一下，第一个和第三个都猜对了。哦，很可惜，第二个没有猜对。啊，真的是，那可以，第一个、第三个都拿走吗？都不用拿吗？啊，不行啊，我的汉堡包不要拿走吧。